我的前方十二米的地方就是屯溪老街了。放大你们看，老街这里啊非常有名，是一个古董街、小吃街、美食街，也是一个购物街。准备给你们拍这片大概是什么情况。今天啊人不是很多，可能是因为下雨了。这个下雨天很多人就不出门活动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这是卖橘子的吧，厉害了。这边啊很多卖烧饼的店，酥饼、小烧饼可以当干粮吃。屯溪啊以前还是茶叶的集散地，这里的茶叶啊在鸦片战争之前啊一般是运到广州的，鸦片战争以后啊就运到上海了，这样出口就方便很多了。因为从这边沿着新安江到杭州啊还是比较快的，几天就到了。